如果能吸出来，请给我一个双击鼓励。哇哇，这啥玩意儿？哇！好久没有吸了，今天再来吸一个龙虾。如果我吸出来就给我双击，吸不出来就不用给了。第一次成功，然后也不要忘了给我双击，太难了，好不容易吸出来一个，哇，这虾味肉好大，双击，都说要让我吃过好的，这回他来了。海螺，哎，海螺带着八爪鱼来了。咦，毛螺，别看这小虾，那个半截虾，老牛了，看到没有？澳龙，哎，大海参，好嘞，这一锅，好不好？哎，好，老抽，上上颜色，酱油。加加味道，醋，让它更香，知道吧？来点水一炖。哎呀，关键是什么东西？来个水。有什么可豪横？我想吸个大龙虾尾，来，怎么吸也吸不动，嘴都吸红了，给个双击吧，老铁们啊，下视频再吸。帝王蟹溜达起来。好几个月没有吃帝王蟹了，今天求了我老公半天才给我整了一只，但是前提得收到你们1000个双击，不然的话我日子又不好过了。哎，咋还不让我吃呀？这还不让我吃，不让我吃我也得吃呀，太香了。哇塞，这蟹腿老贵喽，双击吧，宝贝儿！哇，必须来点秘制小红油。嗯，啊，双击双击，宝贝儿，不要多，1000个就够了，不然又遭罪了。整来了，我某个人说帝王蟹可以吃，要是没有双击的话就得挨揍。铁哥们，能不能再给个双击？最近吃肉吃腻了，今天简简单单吃点小海鲜，一步到了100步下，嘿嘿。
倒入两盆龙虾，倒入三盆，倒入四盆，第五盆，第二步放上虾，第三步放上葱，第四步放上一瓶神户矿泉水去腥，这让锅盖焖那3-24分钟，这些小家里有条件一定坐下尝尝，今天简简单单吃个小虾米。快吃口，这下想看各种大型美食的，给你们点个关注，感谢大家。你有什么可豪横？必须是6斤一个的大虾尾，我吸一个啊。不要了，那就吸不出来。麻辣龙虾尾，这个视频给我点双击的，这个月都有意外惊喜哦，不信你试试看。哇，这个必须辣一点才好吃。吸一个大虾尾啊，再来吸一个，放点辣椒油。吸得出来给我双击啊，吸不出来就不要了。双击双击，妈太香了，长这么大第一次吃啊，必须双击。老铁们，今天吸一个5斤的大龙虾，给个双击，感谢啊！啊，双击。你有什么可豪横？